How would I be disrespecting her culture? Is that not my culture? You don't have a fucking culture! I don't? No, you don't! Oh! We're fucking white, we don't have a goddamn fucking culture!干嘛？换尿布吗？我在忙。没有，我在忙。那你有毒吗？我在研究那个冲动力学啊，那个子弹的弹道啊。那个弹道那个计算。那你明天要上吗？怎么无声无息？你们是不是浪费了？还没了。居然就不讲话，害我吓到。他谈判呢，不要吵。圣诞老人，你几号？活塞。哎，看你俩嘞，好多钱呢、哦，我这里快受不了了。好了，开车稳一点啊。我们等你啊，好地方。上来天文台，慢一点啊！有，我们有做用车做屏障。我有车证啊。他们的车还没移好啦，他们很拖嘞。不讲话，我真的快要气死了。
老板。哦，你这边可以，那没事的。哎呀，如果你开枪了之后状况不对，你要想办法撤退。喂。哦，我今天跑你们那边啊。你可以先往草丛那边跑，他就看不到，然后再跑下去。我上山跑。他们好像有出动直升机了。妈的，等一下我就把他打下来。你有带短枪哦？哎，曹伟跳一下。不爽跳了。一直用脚步声会分心呢、啊。我要全部警员哦，不要给我躲在巷子哦！我。哎、欸，你们剩下除了那个圣诞老人的，你们等一下直接往那个中间那边开，那个地方。出来要讲哦，出去了，快跑了！好，记得这个点哦，进来的时候小心一点，慢一点。来，我这边三位准备好，一排警车跟着我。我们现在 TBS 要过去了，好，我们准备好了。等一下。
想要唱山，叫他们别再跟了。要到了，要到了，我们要到了。准备哦，声音很近了。警察会从右边来。来了。我拿东西，我跑哦。你跑，你跑，随便开一台车。我们去换车，再回去换车，让过去直接你们慢，他们不过来，慢打吧。这看要切退后面的站。有一个在射我，射不中。他妈的，警察也太强了吧！往山上跑。哎，靠背啊！你们给我那台车是坏的，干你老师！你还在吗？我还在，我还在。我们先叫过来喽，看不看到？我跑跑了，他们没有任何人跟上。好，有一台新的过来了。哎，山上有一个，有警察是不是？哎，山上，出血出血，我那边吗？我看到，我看到。山上那个交给你，后退后退后退。他妈的，他越跑越上面了，他绕上去了。他们压过来了，他们压过来了，小心啊！等一下，我再稳住。我等一下全程好，要不要去支援你们啦？不用不用不用。哎，谁在山上射他们呢？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欸。来来，哎，老板，你背上山上有人，自己小心。我先去山上救我们，先去山上救我们。你们要换装，你们要换装哦，再过去哦。换了换了换了。换了我也要去换装了。It's down, it's down, 外面。这只黑钱五十几万，我他妈，我的妈呀！我这死定了啦，我出血了。我放倒一个，我放倒一个。Ricky 还在吗？哎，我逃不了了，我逃不了了。总共有几个？总共有几个警察？七八个，被我放倒一个了。不用，不用拼拳哦，走了走了。哎，能走就走。看，他妈的，好远哦！我看了2公里了。我刚原本要背那个人的，那我就可以摸到枪了，干！
我黑钱能不能放家里呀、啊？可以啊，阿瑶记得拍照。老大，我躲草丛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啊。他妈的，我刚才差点躲出来。他妈，三台警车上来看我。你们在哪？你们在哪？在天文台哦。哎，什么情况？等一下，我下去。这帮蛋！张先，你还好吗？他妈的，干！死了！现场发现一名嫌犯。你有绷带吗？你有绷带吗？我有。干，搞毛哦！我操！金手枪。先把他带到路边。哇！我他妈要被内务部他妈查到他妈内裤掉了！我靠！你妈都干我了，你搞笑呢？金手枪吗？我们都受伤了，有绷带吗？我有啊，我有。没。不过我们得赶快去医院。经理上我的车，我也要去医院。快要治愈了，赶快上 Rubber Two。那这台撞到车怎么办？没有人要，撞到车给其他警员开吧。我没受伤，我也没受伤。那你们一个护着这台车。干。一个上车，那个车是防弹。傻小啦，我。开始选。还吵。抱歉。没事。走了 ，Frankie， 赶紧上车！警察开车会开到。对，受伤了，赶快上车。受伤了。走了。哎、欸？嗯？可以了。他妈！先生，你还好吗？还有意识吗？没有开车撞你啊！不是，我开多草丛。你先不要讲话，我觉得你再讲话就不行了。你撑着点。医生嘞？我们已经呼叫医生了。明显疑犯了，有，现在等医护单位过来。好，那我叫技工过来修一下我的车好了。好，轮都被他们打爆了。靠背哦，为什么要开车撞我？还有心情笑？干，这太可怜了吧！老板，你等一下说你是佣兵啊？让罚单小一条。
这边前面两两台车吗？黑色四门跟红色双门。他妈，我原本要赌完，他妈开车撞草丛是怎样？靠！妈的！好，等我，等我。现在在哪里？看，曹伟，你现在有重伤吗？还是流血流血？好啊。这名嫌犯是小丑头。带几个悍匪，带几个悍匪过来。我，你曹伟，你放一个位置给我，带来。不用不用，医生来找我。医生还要多久？我医院有点繁忙。你先躲好，先躲好。我尽量止血啊！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这边帮你压住止血。我没办法动，我现在好痛哦！不要动！你撑着点，你撑着，我帮你压住伤口。你尽量不要讲话，会让血出血更快。诶，那是不是可以发那个太平洋银行抢劫结束了？这个都抓到了。有吗？都抓到了吗？我不确定啊，下面我记得刚刚有到一个，但可是不止那四个啊，因为他们刚刚我们到的时候那边有一群人在那，对对对对，那我的技工吧。哦好。嗨。Hello， 又见面了，帮我修一下车吧，先生。我轮胎被疑犯打爆了。哇，那是怎样？那个人躺在地板。你的身份证在哪？他被我们干掉了。在我裤子，他干嘛抢劫哦？的皮包，陈三是他们都没有人追你，是不是？我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本来有一台 GoPro 发去哪里了？靠呗！我们把它甩开，就是闹着，它就晕掉了。好，修好了。哦，我们这边他们医护局人力不够，那我这边帮你收个身，我们就会带你警官带你前往医院。那等我一下，上车之前我需要帮你收个身。你可以帮我确认一下我身上有多少财物吗？你身上有31000啊。好了好了，谢谢。你身上的散弹枪、手枪、子弹我都收走了，还有手机跟对讲机我也收走。那到时候你入监前会还给你。那么你应，我们先紧急带前往医院。哦。哎，真的无线电真的不能用了。哦。棒子。那大哥修好。你开你的车带回医院，我开装甲车回警局。我可能要那个发呆一下。好好好。梦里有点事。那这边我带小丑头面具，用装甲车带他前往医院，可以吗？对，对。警察真的好猛哦！好，可是装甲车在现场。我不能偷看推特了。可以。你撑着点，撑着点，我们高速单位要来带你去医院了。快一点！我怕我到了，快一点！不会，你一定撑得下去了，张先生。疯子。哎，疯子，你把你的车锁起来，然后你跟新把那装甲车开走，然后抱着那个人，抱着那个嫌犯，然后送去医院。我抱他是不是？对，你抱他，然后新开车，开装甲车，然后直接送去医院。然后我等一下再金跟其他人去医院。对，用装甲车，因为那台车他现在锁不起来。
我锁了，好了。你可以锁。配对钥匙，好像应该。好，那你赶快把抱着上我车，上我车。好，公司你去看一下车上怎么开，那个门开不开得开？然后我把它抱卸车上。不行。坐坐。好，那我上那个卸车。OK OK。哦，哎，洞子你没事吧？哦，好险，没事没事，摸到而已，还好。目前将装甲车遗留在现场，已确定锁上门。那我将疑犯带回医院。哇，好专业哦！那我看来是开到死。这里还有需要去医院的吗？还要去医院的吗？克罗斯，你还好吗？我不太好。快上我车，上我车。要去医院的，快上车。你们等一下，看那台野马，它可能爆了个胎。克罗斯还好吗？有绷带吗？我没有绷带，而且我也不会。我可能要去上一下医疗课了。好看，好有趣哦。干酒驾，靠背啊，靠背哦。刚好所有武侠熬得很久。你怎么了？真是天真点，我带你进去医院找医生。啊，他在吗？医生在吗？现场需要更多吗？需要。好快，扛不住。我帮你叫医生，我帮你叫医生。他们前面已经没有医生了吗？上手又不见了。已经人数够啊，三。我要先弄纱布，我受不了。医生，我好像中了一枪。好，你中一枪吗？哪里？对，等我等一下，你帮我挡下了。你要不要先救更上方的？这边地上有一个倒地的。这边地上有一个伤的更重。李先生，伤口会压不住。我刚乱用绷带帮他缠了一下，我不知道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我刚路上我帮他压住。对，小刀，赶紧。快点啊！由于现在医生有点繁忙，我们直接把你叫去这一口。那你要等一下，很快就是医生会来找你了。可是里面还有两个在抽哎。我需要找个地方坐一下，我靠。不是，那边的黑色衣服。不，我觉得我坐地上会好一些，有点痛。怎么回事？没事吗？我感觉眼前会越来越黑，刚非常的晕。先把他救起来吧。中弹了吗？你有穿防弹衣吧？有穿。我帮你检查一下。没有。那个院长，里面的警察已经昏迷了。我天哪！把他抬过来这里啊！哦好。那这位先生他需要去病床上休息吗？要哦。需要正常，不过意识现在是不清楚的，昏迷。好的。哦。哇，万圣节都看不出来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对，在里面。我有中弹吗？我自己看不到。哇！但是我感觉越来越晕。我都下班了。等一下哦。哇！直接没有衣服哎。
给我躺上去哦。哎，你有在上面吗？没有。来，先生，警官跟我来，挂个号。好吧。哇，不是吧，还挂号？哇，好痛，还是好痛哦。收到。啊，门口还有警察吗？有，门口还有很多警察。躺这张蓝色的床。哦。齐宇医师。嘿，怎么了？其他不需要拿这么多这个床，他们因为青色跟蓝色他们可以去躺，懂我意思吗？哦，好的，所以请他们进来躺就可以了吗？对，然后目前我在检查这个伤患，有点昏迷，我不知道他。哎，蓝色的啊，蓝色的。哦，我的脚好像卡住了。这边的一个跳一下。我跳不起来。那我直接收了。你说说看。哦，谢谢你。好，躺一下吧。去帮我拿一包血过来，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应急处理器。这位警官好像有点抽搐。哎！妈呀！干杯机，机。哦。七，麻烦你过来一下，七。这个警官刚刚有经过，就是国外医生进行一个处理吗？这个我不清楚呢。我刚来的时候，他就躺在那边抽搐了。OK， 因为我这边检查了过后，他抽搐原因就是他的右侧那边的枪伤的那个伤口还没有进行一个完美的处理。嗯。我是建议你先带他去外面那边的，跟国外医生那边进行一个交代，然后回来我们再观察那个状况。哦，好。我是被遗忘在这边了。我要躺下去哪里啊？你躺下去柜台啊。我是被遗忘在这边了。我是被遗忘在医院了。有吗？还没收到吗？那等我一下啊。为什么我被忘在这边呢？啊，警察嘞，我怎么都不见了？干脆偷跑好了啦！可是我现在脚中枪哎，很痛哎，我怕我跑不太动哎，你要跑跑看吗？我只能用走的哦。隔壁的，我也跑不动了，还是我们用爬的。啊，隔壁的。用爬的好了，我爬爬看啊。在干嘛？没有，没事，你什么都没看到。我们应该是刚刚的人吧？我们是毛毛虫。我们是毛毛虫。
好干，这爬起来好痛啊！你们枪伤还不赶快躺床上，等一下伤口裂开。不，偷偷跟你说了。Hey, 我们要偷偷逃跑啊！哎，你不要跟人家说哎。我不会让你们偷偷逃跑啊。为什么？你们在动，我就将你们上铐了，我就不管你们伤口会不会裂了。你不要那么凶了、啊。好，好了，我爬。我劝你们回床上躺好、啊。我爬回去，我爬回去。那个四零，我想说，没有跟我下手太大力，啊，就这样。不是，没有走的话飞比较好、啊。你们这样爬，我很怕你们伤口裂开、啊就是脚走不动才用爬的啊。对啊，我脚在痛。求求我换件。不然我要跑的哦，你有看过白咖在跑步吗？不然警官你亲我一下，我就可以照干他不会。不用啦，我用手扶你了嘛，好不好？你讲话不要乱讲啊，你等下被打。那个张先生，你讲话要不要正常一点啊？啊，什么？我是张先生，你在讲？我刚刚都看过你身份证了。那、欸、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我在爬回床上。不是很清楚他们在干嘛、啊？他们都不怕伤口裂开。快点，快点，爬一张床啊，不然伤口裂开可能要住院住一个半年。好，半年吗？可能不止哦，我可能蜂窝性组织炎可能要一年哦。院长还在抽血。他是不是伤得很重啊？没有没有，他在跟床底啪啪。他哦，好像好点了。他在调整枕头啊。我的脚好痛啊！还乱动，到时候蜂窝性组织炎要截肢啊！我尽量不动了。啊，你休息一下。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医院快要客满了。哎，隔壁的，隔壁的，中了小了。啊，你怎么会住院？嗯，你也是受伤的吗？你怎么会住院？怎么会住院啊？你刚刚那个地上都抹油，还有滑倒啊！咖啡啊！妈的！好多人，怎么突然被送到这里？刚刚院长他来无线电视说，好像有一个人跑走了。就是貌似他们有人接送他过来，然后一对方对方对啊对，还有一堆戴红色面具的怪人，一直说他是 Ricky， 对 Ricky， 对。刚来了七八个啊！我天，所以那个是确定是嫌疑犯。我想说万圣节万成这样。I'm Ricky. I'm Joker. 所以这个不一定。这个我不是我送来的，我不太确定。哦、I'm Ricky. 哦，你也是 Ricky。No, I'm Ricky.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有啊，怎么了？警察。安天气冷吗？警察。他刚才。刚才昏迷，我请国外的医师帮他治疗一下了。没宅边缘呐。这边很危险。我可不可以要一杯水啊？这可能要再等一阵子哦，因为我们把他紧急处理过了，接下来是等他醒来了。我可不可以要一杯水喝？对啊。我口好渴哦。这边我就不清楚了，这边不是我处理的。有没有水可以喝？有没有水？好好的。那个小道，这个病患是你送来的吗？我不清楚哎、欸，因为他刚没有戴红色面具，我现在不认得。对啊。我现在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我那我帮你拿好了。那等一下扯到鼻子我没办法了。是紫色头发的吗？我是银色头发，他是白色、白灰色。哎、欸，那就不是我处理的、啊，那就不是。哇，那是应该是那个，还是谁？是那个另外一个学长处理的。先生，你怎么会在医院这里呢？八旗啊，受了什么伤？哦，八旗，那可能先给讲讲。枪伤啊，枪伤怎么会有？那位张先生一起用爬的，然后偷偷跑出医院了、啊。什么？所以我那偷偷跑？银行抢案，怕这个是强化玻璃打破。我正大光明的跑哎、欸，强化玻璃。哎，让一下警官。哎，八旗学长，警官，八旗学长，怎么了？怎么了？这个病患是你处理的吗？躺的有点可怕。不是。那这个你帮他。那他到底谁处理的？手伸跟做一下，帮手伸。好了，做记录吧。警官，换他。哎，周你好了吗？准备。啊，我。1、2、3。我现在不是很好。你要不要去躺？由于你涉及那个太平洋抢案，所以我现在对你进行身份调查以及搜身。
这位先生，你听到我说话吗？我帮你记录一下身份证以及你在跟我讲话吗？那请问一下你的身份证在哪里？不好意思，左边裤子口袋。边裤子口袋是吗？我摸一下。我拿身份证给你看吗？好，如果你可以拿给我的话。吴先生，吴先生是吗？对。好的，那我这边帮你做个身份证。坐会儿嘛，我不想躺着。你干嘛躺下？我不是受伤了。张毛毛先生，你身上有手枪子弹，但是没有手枪，怎么回事？躺下。那你可以躺回去了。我现在刚刚有警察搜过了，对你做一个搜身了。好，那他怎么还在抽啊？你身上有两个海洛因，你说是无法子弹没收走？已经收完了吗？海洛因，我没有超量，没擦。你们现在感觉好多了。我再确认，再躺一次，再躺一次。好，我再确认一下。你要不要叫旁边的小声音？好像没有了。OK， 好，没关系啦，我听得到你说话。那因为你现在是受伤的，那你先在这边休息一下。你听不到？小丑，先再躺一次。嗯，不是，我看你躺在地上啊。哦 ，OK，OK。啊，这样有嘞。好嘞 ，OK，OK，OK。身上还有两个海洛因回收啊。啊，他们。妈，你躺下，躺去。然后一个手机，受伤就跟无线电。然后去。爹，你要不要收下？我不行拿了。好，那我来了。黑你为什么还要偷笑啊？对，谁偷笑？背包太重，那种黑衣的去吧。无线电连手机的，对。哎，张先生，你头套拿掉了吧？张真的蛮棘手啊。不过你们那边有？没有啦，他那个拿掉怕你吓到。不会，你就带着我才会吓到啊！你不拿掉我就帮你拿啦。那等下扯到鼻子。OK， 谢谢。警官，你我就不好意思啦。感觉好一点，你可以下床试一下有没有好点，然后帮你帮出人手足。警官，好，我觉得我可以。今天怎么了？我打你家的摩托车。你们偷火车？这边就是不是很紧哦？感觉超难拖的。不是一直扯到他鼻子啦，你会不会痛啊？怎么扯我？嗯，那你自己拿，你自己拿。我该不会睡着了？哦，我刚刚。不是有听到谁说话吗？我以为那是你。哦，不是我了。好了，我脱下来。我靠！哦，你有带跟没带一样。妈的，那还叫我脱？做什么人体彩绘是不是？等下我把眼镜拿下来。哦，好恐怖！你不要把眼镜拿下来好不好？怎样？提示我。没有，因为你这个妆，你这个妆很恐怖，你这个妆很恐怖。那我就不给糖，就捣蛋啊！我还以为你不给糖就抢银行了。你讲的，我没讲。反正你的行动就是这样啊。哪有？我哪有抢银行？你哪没有啊？我看到你了。你在银行里面有看到我？我在银行外面看到你。我在银行外面是哪里？你不是这不能跟你讲，跟他们一起汇合的吗？我在哪里汇合？具体，具体我们会警局再说啦。啊，那你现在伤怎么样？怎么躺在地上啊？我现在还在躺在地上。我现在好一点。好吧，你在床上，是的。你要不要克罗斯人？我，是吧？这两个就是眼睛业障有点重。哦，好。对你等下把他带回去。我没有车的。我都有车，可是。啊，外面的派对结束了。可能坐不下，你再叫一台车。什么派对啊？枪战派对是不是啊？不是，你们是不是都用枪放鞭炮啊 ？Jazz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Party party all night 是不是 ？Bam bam bam. Many many good time. 我哪有？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怎么了？看你喘不过气了。别打我，口水。哦，小心。医生，你怎么跟他长得很像？我比较帅，好吗？好。我看 Joker 有嫌疑啊！这是哪一位医生呢 ？I'm Joker 医生啊！刚刚圆圆小丑圆圆在的时候，他就在了。小刀，哎，有，他不是小丑，万圣节，你万圣节，他装比我还丑。我想说大家都开趴，然后我就穿这样来啦。哦，那你西装没有配啊？然后没想到他们的 party 开这么大，全部都躺进来了。对啊，我没空，怕你寂寞啊，怕你寂寞。那麻烦可以。换点其他人吧，你们现在看起来有点凶狠啊！我哪有，我只是哪里凶狠？你看那边那个那么胖，那其实胖子啊，你这个医生，我投诉你啊！哎，我喜欢讲哎哈！不要以为你长得丑就认不出来啊！我听到你的名字啦。
不是我说的啊，他怎么了？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脑袋？我看一下。我没动。哎，克鲁斯你好了吗？克鲁斯你好多了吗？我好，我穿防弹衣了。Chris 没穿。啊，还好。Chris 没穿。我穿吗？我有穿那个。他醒了吗？这个。那个。我看一下。我也没穿，我没带。还记得我吗？对，我没带。记得。刚被他们那个。我看你现在这样子，你还好没有打进去？我忘记包到鼻子上那个吗？好了。会中枪的。你还好吗？还好，现在、我看他，那太好了，那至少 我没有做错什么。他再躺一下，应该就没事了，就看要不要出院之类的。躺出院就告诉我们。对啊，再躺一下，没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医生，我刚有帮他止血，我就乱缠绷带，会有效吗？啊，你说什么？他刚刚缠绷带缠到我鼻子上去，还差点勒死我。不会用啊。哦，就是。那没关系，我们刚刚外国医生有帮他处理吗？要帮忙看着他吗？还是你们拿个轮椅，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走。轮椅啊？要退轮椅啊？哎，学长，你有轮椅吗？没有，我去那外面拿。警官。然后他们两个身份都已经确认过，然后身上的东西危险物品也都收走了。警官，我已经不想去战斗了。我在他身上搜到了一把。警官，我可没。我第一次见这种枪，你知道吗？我可没要一杯水。这枪好像不是国产的。我的喉咙好痛。外面的吧，就感觉是什么。妈的，我要去。还有一把手枪。我要去找死。不用是设计枪。挑我。你要不要谈谈？帮你减缓一些刑期之类的。你脚怎么了？就趁现在。谈什么？没事，我想下床走一走。哦，好好好，走走。啊，不要太大力啊，不然伤口会破。啊，好的好的。哎呦。哎，学长，这小丑是你刚刚处理的单吗？没有啊，我刚刚处理的是那个威夷警官的那个单子。哦。然后有一个单子就一早你就头头下住院了。OK， 哎对，可以问一下他，他不会回你吗？嘿，没有带呀，怎么了？你我看一下你的状况啊。没关系，我至少最后集中了。你不要按太大力呢，然后脚还在脚，旁边朝你，脚中枪了，没看见他，刚才被车撞，又脚中枪，有个痛的。我看我们的医生处理的蛮好的啊。看一下啊，嗯，啊，你看一下状况啊，我现在看不太到。啊，还好他是从边上打的。哦，肚子好饿。哎，医生，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一杯水？我喉咙好干哦。水啊。水。你要等一下。哦，没关系。我醒了，是吧？传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看起来恢复的状况不错啊，你可能再一下下，如果不会痛就可以出院了。那、但是不要太大力啊。可能没有吧，比较穷吧他。可我没手机可以回。水没有哎、欸，不然你喝个咖啡好吗？我们可以带咖啡的，有没有别的可以喝？那我去找水给你喝。哦，谢谢你。哎，你刚刚说什么啊，警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带他们走啊？你说这两位吗？对，这个可以啦，这个还要等一下，看他脚不会痛的时候才可以走。好，好，那我先去拿点东西。你自己可以走吗？可以，我慢慢来。盯着他，看嫌犯，但是就别。靠背，能把我能把我带回去？靠背，我受够这里了，我得走了。哦，谢谢你。水，多喝一点。我
喝一下。对啊，嗯，长时间没喝水的话，对于新陈代谢也不是很好。哦，好多了。哦，看喉咙好沙哑。哦、可以可以，这个喉咙。哦。恢复的速度不错啊。我缺水啊。医生，不好意思，我现在那位警官跑掉了。啊，您说什么？我们那位警官跑掉了，他说他不想待在医院。哪位警官 ？Chris， 他很严重吗？我可能没有看过那位警官，你可能要稍微描述一下他是哪一位。我看他已经不错，就刚刚躺在我背后那位，他已经跑了。哦。他跟我说他恢复得很不错。OK， 没问题。那这就是动作尽量不要太大，等恢复好了时候比较好一点才可以动。你保密哦，别说，别说出去。啊，别说，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就是你不要说出去。我有听到、哦。你到时候偷偷的帮我，我有听到，办一下手续。我有听到。手续的话，听到气，你听到麻烦就大了，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那你等着麻烦吧。你现在要没事。你等一下也会跟着回警局，不是吗？我没听到。等下，我卡弹，我没听到，我没听到。你如果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人用警棍对你做一个肛肠检查。不行啊！你现在不能讲这种话，这里是医院。啊哦哦，不好意思。不要这样。这个你们如果到，我都被你们到审问室的话，你们说我说无所谓，但是没事，你就当没听到好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医生，他抢了太平洋啊！也许你的存款就被抢走了，我你就当没听到好了。我没有抢太平洋，我刚好存的银行不是太平洋哎、哦。你是摔下来那个？我什么摔下来？啊，我记到你了。我是被车撞的那一个。你又被车？哇，我被车到底都是谁？我被车撞，然后出、嗯，我等他下车，我开他枪，然后我被他击倒。哎，为什么我觉得你声音很熟悉啊？你被什么车撞？我被装甲车撞。装甲车撞。因为我那时候躲在草丛啊。好了。我就那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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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他可以走了吗？嘣。我看一下，你脚还痛吗？我应该可以下床走走看，我试试看。对啊，他不会痛就可以出院了。你在胡言乱语啊！我们的装甲车怎么会撞人？我真的被装甲车撞了，我没骗你啊。你再说你就要回去接受我们的治疗了。我没骗你，还不相信我？我真的被撞了，你不信吗？那个警官。我没有信不信，我只知道我的装甲车没有撞你。我躲在草丛，他不知道有撞到人啊。哎，警官，我知道为什么了，装甲车太大台，有时候过去碾到东西也不知道啊。不是了，我带他回去做一下我们的治疗，没事。哦好。医生，麻烦了，医生，救我，医生！我已经救过你了，不是？你现在看起来不错啊，你跟我走吧。好恐怖、哦！我看你身体不好，不给你戴手铐的啊。好了。警察不止一个啊，反正你去那边还有其他警察吗？嗯，白痴哦，他们都一伙的哦，他们是合法的黑帮哦。我没说话，你说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我不知道。你要付出代价的。你说的一切，我们都会记录下来。我开玩笑的。走啊。还要我扶你啊！我慢慢走、哦。医生，这边是 CCTV 监控区域吗？啊，我听不太清楚，你说什么？我说这边，算了，没事。这里 ，OK。走、啊。这里都有监视器啊。你不要推我了，我可以自己走了，我脚很痛。弟，你干嘛这样子走路啊？什么事情啊你？我可没有推你，你不要乱讲。不要推我啦！你又推了。我没推你，我帮你开门。哦。哎呦，白卡。啊，对了，警察，我需要跟您告知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医院其实是不能带枪械的。哦，所以，对啊，下次进来的时候，没有，你就收起来就好了。好。你又推我！要不这边用 CCTV 踹你屁股啊！不要踹我屁股！车子在外面吧？我不知道。那一台？不要乱，不要耍花样。不是，不要耍花样。
那你们车有这么帅、啊？我想说你们警车什么时候升级啊？那 Staff One， 我在医院需要一个单位运输一名。外面怎么人这么多啊？不要耍花样！我要走去哪里？这边。嗯，好。艾伦，艾伦。嗯。走，开车小心点。好吧，好吧。好危险哦！现在人开车怎么都这样。我、哦、等一下，我喉咙。你要不要在地上坐会儿？我会真的踹你屁股的。哦，谢警官，谢警官。好的，我坐路旁呢，我比较想要吹风。哎，下地。但是你要是乱跑，我就轰爆你的脑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都被你们人上气过了。哎，先生，你好像很可怜，要不要搭车？你是无辜司机哦。好、啊、像流浪汉呢。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把枪？他被逮捕了。啊，他被逮捕？为什么？袭警。啊，袭警。他撞我，我还不开他枪。这样子，啊，你说什么？他撞我，我还不开他枪。你说警察撞你，然后你开他枪。他刚从高处掉下来，摔坏了脑子，不要信他说的话。哦，他这样子，如果他照他这样讲，是正常防卫吧？上面掉下来。干我、啊！他怎么会没事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就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讲乱做。乱讲乱走啊！好，我带他走。执法不公啊！不是，我没让你带他走。哦，我以为你叫我带他走。你现在可以走了，这边禁止停车，红色的。他不停车。红色。你再停的话，我就给你一张罚单。我是紫色的，我说路边是红色的。哦，抱歉抱歉。好皮哦！你自己上车。自己上车。扶一下，我趴下一下。还要扶一下是不是？不是。算了，扶一下，扶一下，扶一下。怎么爬的？这边有 CCTV 啊，不然我踹他屁股。不要踹呀！我先戴一下安全带。你好啊！我拉好了。我会进去。等一下，我就去揍爆那帮人。The Lincoln 51带回，将一名疑犯带回警局。我可不可以开窗户 ？Hello。那窗户不能开的、啊。真的吗？欸、我真的。干！他怎么？还有，他那个。铁栏杆，他怎么自动升起来？没看到，一直都在啊。我们一直都有铁栏杆的。啊，我这样还没被关，就已经在感觉有在监狱的感觉了。干！刚那个处理了吗？先带回来了。还没，等他一起。哇，别等了，以后。好。下次下去吧，等一下说。哦，好了。啊，这个要上手铐吗？还是我自己？你自己走了。哦，配合点。哦，我不会皮啦，我被抓到还皮哦，等下被你们处理。不会了，怎么被我们处理？我们都依法办事的。啊，就是击倒我啊！那你不对我们开枪，我们怎么会击倒你呢？对不对？啊，我跑走，你就会开枪啊。我才看到你对我们开枪呢。哪个是拉散弹枪的那个？来来来来来，进去进去。就这个。走了。这个小哥哥。是你撞我了。哎，别拦住他。是你，我是把你打死的。来来来来来。撞我。好像不是。开车是谁？我忘记。你跟我去谈的。进去啊。进去啊。哪一间？你选一间啊。可是不是？哎，金为什么运气这么好？不是这里啊，不是这里。不是。你要选左边的，不能选右边的。左边是你的左边，我的左边。你的左边的，我跟你同一个方向，老哥。你的左边。哦，那边的，哦，不好意思啊。那边。妈的，到底是他妈谁开的撞我？来，进去了。哎，经理的运气真的好，居然刚好撞到他了。干，就他了，妈的！我已经看到他了。笑死我了！我看到他，我才撞他了。刚好撞到了。那个，你们拦着下坐，周现在心情不好。周在哪？老哥，你是走出来，走到路上，然后跑回去，你当我眼瞎了？屁啦！你那时候转头没有车好吗？我看，哦、这是看，哎、欸，你没看到车吗，老哥？我的眼睛看没
好吗？真的假的？那我没办法。你转头去台车，连我。谁在哪里？你是在看哪、啊？你是乱看地方啊？我你刚没有，没有，我先往后看啊。我手都在移动，他跟我说他已经被收了。然后嘞？那时候他身上没有枪，只有子弹。你不是往，你不是往，你不是往路上走吗？对，往路上走原本是要。下去啊！那头套好像是红的。你要下往你原本的车，你原本来的车跑是不是？没有，我没有开车。对啊，那时候我已经收过了。然后我在收的时候，他已经跟我说，你不是给人家载的吗？他已经被收过一次了。哇，对，我给人家载的。啊，对啊，阿爸，你往下，你要跑，你要跑哪？他身上没有枪啊！我就想办法借车。哎，对啊，所以我在想是有谁把他枪收走了吗？我要借车。以你的角度是挺合理的。啊不，我要继续往哪里跑？我现在要从那边走回家哦。你家在哪？我家很远呢。你家在哪？告诉我一下。不要，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是警察，你再要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是警察。警察就可以知道我现在住哪。是。我有给身份证给你们查验身份，我还要知道我现在住哪。你现在犯罪，我们就要调查你说的信息。不行，不要告诉你。欸你不要告诉我，那你怎么说吴先生也没用啊，兄弟。找个愿意跟我谈的、啊，我不跟你谈了、啊，你是开车撞我的。你不跟我谈，你没得谈啊，兄弟。不要理你了。那你就要在下面睡一个晚上了，兄弟。不讲话吗？找个愿意跟我谈的啦。我在跟你谈啊，是你不要跟我谈。你撞我，不要跟你谈。那你要在下面休息一个晚上是吗？你现在撞我，我跟你有，我现在跟你有仇啊！我现在个人情绪非常严重啊！哎，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找别人来跟我谈啊！他叫什么名字？张某吗？走。你找别人跟我谈啊！我现在对你有个人偏见啊！我怕我忍不住会打你啊！我在保护你。你现在关在里面，你怎么打我？而且你打我，你要再死一条，兄弟。我不是你兄弟啦，乱讲话。所以你不想要跟我谈是吗？可不可以找别人？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现场当场抓到你的人啊。那我要跟那个帽子的谈，我不要跟你谈。帽子的他现在没有急，他现在已经被停职。被停职还坐你们车？放屁！那紧急情况啊，骗你干嘛？妈的！你又不是警察，你怎么知道？下车看我嘞，我还对他开枪。你对一个，那你对一个民众开枪，你有毛病？妈的啊！我怕他认出我去举报我妹。啊！不行了，小兵、啊，我声音好像是不是？我觉得你的逻辑蛮有趣的。啊！不然我就怕被认出来啊，先杀他灭口啊。你怕被谁认出来？我哪知道？啊！我的妈，体型那么好认。你体型好认吗？你问他们啦、啊，我是觉得你跟普通人一样。好吧，你的眼睛可能跟别人眼睛不一样。好啦，老哥。啊，这我不是你弟啊，我不是你哥啊，我没空，我哥才比你长那样。哦，所以。好啦，你要我愿意谈的、啊，你要谈什么？啊、我先说，我没有抢银行哦、欸。那不然呢？你那只眼睛有看到我抢银行？我没说你抢银行啊，老哥。妈的，看一个警官说我抢银行，我说操，我他妈就没在太平洋，我抢屁哦。要、啊、不然、啊？不然你在哪？我在哪？我在被你撞倒地方啊，在哪？你一直都在那吗？你确定？对啊。你确定你一直都在那？啊，不然你问你们警员。你确定你一直都在草丛里面等到警察过去，你才走出来？你没看到我吗？你有看到我？我看到了你啊。对啊，我看到你从草丛跑出来。对啊，没有吗？可是，你不是说你是搭车来的吗？啊，我朋友就搭车把他丢在这边呗。妈的，他就不什么都不跟我讲，就给我放在这边。啊、我身上那么多东西，我怎么敢叫车？等下他说我持有枪械，直接载我去警察局。他哪知道你持有枪械啊？你搞笑！啊，我裤子那一大包啊！那你就指着他的头叫他载你去啊，叫他载你去你，叫他载你去你朋友那边或是哪里的？我不敢让人
家认出我来了，所以我觉得跟越少人接触越好啊。嗯？难道你要叫我随便持枪压着人家？我可没那么狠啊。你刚才都对警察开枪了？干，那是因为他妈他开我枪好不好？他哪？你先对警察开枪了吧？他妈，我有吗？什么时候？你说你中我那个时候吗？那是哪个时候？得。妈的！你他妈不，你他妈中我，他妈开你枪！靠！啊，你都看到是警察了，你还开对警察开枪？我他妈对车窗开！他妈！你对车窗开就是想要打人啊！你搞笑！干啊！他妈！啊！人家中你，你会不会生气？啊！你生气，你就可以打人哦。啊！我生气就捡到枪啊！啊！我刚好身上有把短的散弹枪啊！所以你生气，你手上突然变出一把枪，你是这个意思？我就从我背后拿出一把枪。